他的名字刚好取名在这边，叫做台北的圣诞节。哎，也谢谢你们来这边啊，25号没有跑出去。对啊，很多人，我在邀很多人的时候，他说我不要，我今天我要去板桥。我们来这边包被人家打枪了，觉得啊，对，不行，所以我真的谢谢你们在这里。今天我们不只是分享我们的音乐。我希望我们在等一下的时间里面能够跟你们分享真正圣诞节它的由来和它的故事。我们现在在这首台北的圣诞节，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
谢谢。